某瞬间大了十倍啊！来。调整还有体能维持，你有特别做什么方式吗？跟我们可以分享。其实在这两三年，其实都在研究自己的体能状况。那当然，我觉得重点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应该要做什么。那你自己还是要去了解你自己的身体，那适时的去让自己得到自己的身体得到应该有的。帮助，那我相信就会让自己有更好的体能状况的。是的，来先给强哥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当然接下来哦，今天先发投手杨志龙投的非常精彩哦，算是个人的这个生涯第一场优质先发。好，来先给志龙掌声鼓励。好，第二个今天的关大元，回违了一年多，再次拿下胜投，一样给我们大元掌声鼓励。好，那当然啦，今天的每一位的本土投手都投得非常精彩。那夏哥这边也跟我们这要分享一下哦。其实我们上半季啊，虽然今年的上半季确定是垫底，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后半段的过程，其实这几场比赛都打得非常精彩。不管是投手，不管是打击，其实每场比赛都让对手啊觉得压力非常大。那夏哥是不是也谈一下，面对下半季这边其实有什么展望，也跟我们球迷朋友一起分享？下半季我相信各队都在等待下半季。除了上半季冠军之外，那下半季大家都准备要去争取这一张总冠军这一张门票。那我相信下半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、非常好看的比赛，因为经过上半季的洗礼之后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打出更好的成绩的。是的，好的，球迷很好，也希望大家真的对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下半季一定会像强哥想的哦，身为。今天呢是你的生涯的这个第188轰，然后生涯的安打数是1907，我们达到200轰2000安再退休，好不好？他们帮我回答，他们帮你回答是不是？还是你要达到300轰？太累了，我都40岁了。好的，那当然夏哥呢，那我们希望夏哥，然后最后这边还是感谢一下我们现场的所有球迷朋友啦，谢谢。谢谢所有球迷朋友，虽然在上半季无缘争取季冠军，那还是有这么多球迷支持我们，相信你们的鼓励之下，我们在下半季会更努力，谢谢。是啊，再次谢谢今天的单场MVP夏哥洪振铭，谢谢。